就是王子，我就是外星人。大头羞羞羞，小头叔叔，啊，您是外星人吗？我是外星人。爸爸的超能力就是能在这儿看到我妈妈和我爷爷在其他房间干什么。我想妈妈，想爷爷，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游戏就结束了。好好，明天就结束吧。外星人的游戏没意思，我再也不玩了。好。小手走路不怕滑，走呀走呀走走走走，转眼儿子就长大。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没放在一起，时间不够花。儿子的聪明人人爱，爸爸的能干人人夸。妈妈戴围裙，下午一化妆，花枝小衣，老头爷爷多亲多爱的一家。啦啦啦啦啦啦啦。多亲多爱的一家。我是外星人，下集。天哪，我是王子，我是王子。那我的白马呢？没有，你别往里绕啊。王子都是骑白马的。骑白马的那也不一定都是王子，有可能是唐僧。哎，所以不是所有的王子都骑白马的。哎，文学妈妈说的对，大儿子，你是没有白马的王子。那我的公主呢？没有公主也。那我就不当王子。大儿子，除了白马和公主，你还想要什么？那我要宝剑。王子都是拿着一把宝剑来制服怪兽的，我的宝剑呢？行，那你就用你的金箍棒打宝剑。不行，金箍棒是孙悟空的，不是王子的。哎，痒痒挠？不行不行，痒痒挠是给爷爷挠痒痒的，不是王子的。那你要什么呀？这，哎，有了。没事。嗯，你得帮个忙啊。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行行行，哎，来来来，大头儿子，妈妈带你拿宝剑好不好？太好了，我是王子，我有宝剑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嘿，你刚才跟维俊说拿什么给大头当宝剑？擀面杖。那能成吗？有什么不成的呀？您想啊，我连外星王子我都能变得出来，这，哎呦，我这几天我把知道的外星故事都给编进去了，我容易吗？我没有金刚钻还非揽着瓷器活。我是阿尔卡尼斯尼索圣地亚克王子殿下。啊，什么殿下？安提。什么殿下？橡皮泥吗？什么殿下？巧克力吗？你们都说的什么呀？我说我是来自光芒星球的外星人，我是阿尔卡尼斯尼索圣地亚克王子殿下。你说你是外星人，还说自己是王子。我就是王子，我就是外星人。大头羞羞羞，说谎话不害臊，还说自己是外星人。就是外星人，我就是外星人。不光我是外星人，我爷爷我爸爸都是外星人。你说你自己是外星人，那你有超能力吗？我没有超能力。那你有飞碟吗？外星人都是坐
飞碟来的。我没有飞碟，什么也没有，还说自己是外星人。那你说你为什么来地球？我是在和我爸爸，不是，我是和全家玩外星人游戏。玩游戏不带我们，大头真自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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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爸爸有超能力，我爸爸有飞碟。你们要玩，我跟他说带你们一起玩。哦。小头爸爸，小头爸爸！这孩子怎么又叫我呀？小头爸爸，你怎么又进来呀？又有什么事儿啊？小朋友们听说有外星人游戏，他们也要玩。小头叔叔好，小头叔叔好，小头叔叔好。你们好，你们好。小头叔叔，您是外星人吗？我是外星人。那你也有超能力吗？我当然有超能力了。那你快展示一下吧。我们先出去，出去再说好不好？不行，就在这儿展示。他们都说我是谎话精，快点让他们看看，你真的有超能力。我爸爸的超能力就是能在这儿看到我妈妈和我爷爷在其他房间干什么。干些什么？胖嘟嘟到围裙阿姨在厨房，你去厨房等着，看看小图叔叔说的对不对。是。棉花糖到，爷爷在客厅，你也去那儿等着。好了，叔叔您快点开始吧。小图爸爸你开始吧。爸，围裙，这孩子们又要看我展示超能力，真烦呀。叔叔你小声点，我在厨房都听见你喊了。还有我在客厅都听见你的声音了。小朋友们，让我热热身啊。大头，咱家有鸡蛋吗？有啊。那就好办啊，热身，热身啊。鸡叫声。家里哪来的鸡呀？这是奇怪。哎，围裙，你是不是听见小头那儿学鸡叫呢？是鸡叫。哎，赶紧给我只鸡呀！哎呦，这家里哪有鸡呀？没鸡，鸡蛋也行。哎，爸爸，您别都拿走，给我留点儿。留点儿。行了吧？爷爷，您在哪儿呀？来了。哎呦，围裙阿姨。哎呦。你干什么呢？我打鸡蛋呢，打鸡蛋。爷爷，您刚才去干嘛了呀？我没干什么。知道了，您刚才一定是去拿鸡蛋了。哦，对，我确实是拿鸡蛋去了。那您拿这么多鸡蛋干什么？我没。我知道了，您是不是要打鸡蛋呢？啊，对，我确实是要打鸡蛋。我在家也帮妈妈打鸡蛋，咱俩一起打吧。好，一起打。来，咱们把这些拿出来。围裙阿姨，阿姨，我说的没错吧？我说围裙阿姨一直在磕鸡蛋吧？胖嘟嘟，围裙阿姨真的在一直打鸡蛋吗？是，一直在打鸡蛋。看，我没说谎吧？还有爷爷呢。我们来喽。阿姨，我跟爷爷一起都把鸡蛋打好了。棉花糖，你和爷爷一直在打鸡蛋？是呀，我都说了我爸爸有超能力。叔叔，您真的有超能力，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对呀，叔叔，您是外星人，快把飞碟给我们看看吧。慢慢跟着我往前走，叔叔。为什么要让我们带这个呀？太不舒服了，我要拿下来。不许拿，不许拿，千万不许拿！里面有强光，会刺瞎眼睛的。听见没有？不许拿！不拿，我们不拿，叔叔，咱们快点进去吧。我要拿下来。不许拿！如果拿了，眼睛就会瞎，知道了吗？听叔叔话啊，咱们这就要进去了。好，走，好，我们进入了太空舱啦。
下，这是起飞拉杆，看到了没有？起飞拉杆，是不是？起飞拉杆摸到了吧？这是什么呀？这是起飞拉杆啊，这是很多精密仪器，大家不许乱动啊。好啦，我们参观完了，走出去吧。一个一个往前走，一个一个往前走。哦，来喽，菜来喽。哎，第一道菜炒鸡蛋。好啊好啊，炒鸡蛋味道足。哎，第二道菜煮鸡蛋。哎，好啊好啊，煮鸡蛋有营养。第三道菜鸡蛋羹。哎，好啊好啊，鸡蛋羹能当饭。您还有什么菜没上齐啊？今儿啊，咱是四热一凉一个汤，热菜是炒鸡蛋、煮鸡蛋、肉末煎蛋、鸡蛋羹，凉菜是黄瓜拌鸡蛋，汤啊是紫菜蛋花汤。怎么都是鸡蛋呢？这还不都怪你呀、啊？让我们俩打了多少鸡蛋？快走！那咱们快吃吧！哎，吃！别的我不饿，我不想吃。我也不饿，我也不饿，我饿，但是我也不想吃。小头叔叔，大头跟我们说你会连着当好多天外星人，是这样的吗？是。爷爷，你也一直当外星人吗？是。那您是国王了？对。那您应该回到外星球来抢回您的王位。对，小头爸爸，您和爷爷应该抢回王位，跟叔叔战斗到底。抢回王位，战斗到底。抢回王位，战斗到底。抢回王位，战斗到底。大头，这又是怎么了？不知道呢。小头，你去问问。哎呀，我这几天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不想再招惹什么事情。那我去问问。你也别问，我看大头这样挺好的，你就让他自由发挥吧。你就不好奇？我现在怕他好奇。哎，咱爸过去问了，我过去看看。哎呀，别管了。大头，你这是干什么的？我在练习光芒星上走路。对了，爷爷，光芒星上是这么走路吗？这个问题让你的妈妈回答。这个问题让你的爸爸回答你吧。问你呢。没有，就正常走路。那说话也。说话也一样，好好说话。对，你得好好说话。好的，爷爷，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光芒星啊？我打算回哪儿？回光芒星啊！我去，妈妈，一会儿你把我的玩具都带上，我要带过去。回那儿干嘛呀？你在地球待的不是好好的吗？我得和爷爷一起回光芒星上，抢回王位。你说是吧，爷爷？是不是？小童，问你呢。不去，哪儿也不去。爸爸怕外星人叔叔，爸爸是胆小鬼。爷爷，小童爸爸是不是胆小鬼？啊，你爸爸确实胆子比较小。是胆小鬼。哎呀，您这哪头啊你？我去，妈妈，小童爸爸是不是胆小鬼？算是吧，算。你怎么也跟他站一边啊？大头儿子，爸爸不是胆小鬼。爸爸不是胆小鬼，就带我去光芒星啊！这个真的不行。爸爸是胆小鬼。爸爸不是胆小鬼，就能带你去光芒星了？爸爸就是。哎、行了，去就去。哎，你跟大头晚上在这睡一晚行吗？不是一整晚都睡这儿，我给他哄睡着了，我就把他抱到他房间去。行吧。不过你想好要怎么说了吗？
明天咱可都上外星去了，你总不能造个外星吧？实话说啊，我也没办法，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小偷爸爸，小偷爸爸！哎，我什么时候能到飞碟里去啊？现在就可以，来伸手。哎，进来吧，欢迎。雷雀，你先去睡觉吧，啊，这有我的。好。小豆爸爸，雷雀妈妈不和咱们一起回外星吗？你围裙妈妈她不能去咱们星球，因为她是地球人。那爷爷呢？爷爷在哪儿？爷爷岁数大了，他受不了旅途的颠簸，所以他也不去。那只有咱们两个回去了吗？对，就咱们俩，要不咱也不去了？不行，就咱们俩吧，他们都不会回去了。小偷爸爸，哎，大头儿子，这么早就起来了？围裙，快躲起来！我躲什么呀？我躲？哟，你忘了，我现在在光芒星呢，你没看过来？对，回来！我去，我上哪去啊？不行，这个小偷爸爸，咱们怎么还在家里呀？不是应该在光芒星上吗？对，咱们现在就在光芒星上。我告诉你啊，光芒星的房子跟咱们地球是一样的。是啊，不信你去找一找，看看爷爷跟妈妈是不是没有跟过来。你去那边找。爷爷，妈妈，走啊！你快出去，咱爸出去遛弯去了。您赶紧到外面堵住他，千万别让咱爸回来。好，我知道。小龙爸爸，哎呦，宝贝儿子。我真的没找到围裙妈妈和爷爷啊！你看，我没有骗你吧？我跟你说过，咱们光芒星的房子跟地球的房子是一样的。哎，走啊，围裙！这么着急干什么去？我来不及跟你说了。哎，嘿，小头在家吗？哎呀，你赶紧出去！你赶紧出去！我找你有事儿，你让我出去干嘛呀？再急的事儿你都活过再说吧，快出去！我真有急事找你。苏大大，您怎么在这儿？您也来光芒星了吗？您和爸爸在干什么？完了，什么星？我哪儿也没去过呀。大头，这不是杜大大，这是抢了爷爷王位的那个外星叔叔。爸爸跟他搏斗呢。你赢了吗？爸爸，哎，别闹。哎呦，爸爸肯定赢了呀。什么你就赢了？你们俩在这说什么呢？不要再顽抗了，赶紧的。赶紧什么呀？数人数。数忍数。数人数不认识呀、啊、这人。哦，明白了。认输，哎，对，是吧？你看，外星叔叔都认输了，是不是？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找你有事儿。哦。哎呀，你看，成功了，我们抢回王位了。抢回来了？这么容易？这还容易呢。豆豆爸爸，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吃红烧牛肉，还有小鸡炖蘑菇，还有老坛酸菜。你想吃什么？不想吃方便面了。要不咱们叫外卖吧？不行，这个光芒星没有外卖。要不咱们出去吃吧？光芒星也没有餐厅。光芒星上什么都没有，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想回地球去。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看，既没有爷爷的数落，又没有妈妈的唠叨，我觉得挺好的。不好不好，糟透了！我想妈妈，想爷爷，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我真的很想回地球去。
想回地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咱们从明天开始游戏就结束了。好好好，明天就结束吧，外星人游戏没意思，我再也不玩了。好，那咱们就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返回地球。明天就能到地球喽，小头爸爸。嗯，明天早上我一起来就能到地球了吗？那当然了。哎呀，明天早上一醒来，你就能见到爷爷和妈妈了。好，那我要赶紧睡觉。小头爸爸，我睡不着，能给我讲个故事吗？好。哎，好。那爸爸讲完这个故事，你要赶紧睡觉啊。从前，在蔚蓝的大海深处，住着一条美人鱼。它有着精致的面庞，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一双像大海一样蔚蓝的眼睛。小头爸爸，美人鱼真的有那么漂亮吗？应该是吧。小美人鱼除了有精致的外表，还有美妙的歌声。小头爸爸，美人鱼唱歌真的那么好听吗？应该是吧。美人鱼的父亲和姐姐们都非常宠爱小美人鱼。小头爸爸，世界上真的有美人鱼吗？应该有吧。小美人鱼非常喜欢。小头爸爸，那我要给美人鱼打个电话。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怕滑。必须得赶快买到天空战神的装备，要不然地球就真的毁灭了。要你自己用努力去争取。嗯，怎么争取？用做家务、读书、孝敬老人、帮助小朋友来攒积分，再用积分来换。可是在我学做家务的这段时间，天空战神的动画片都已经流行过去了。